想请教和尚，要如何知道至亲过世后是否安好？我又能够为家父做些什么才能帮助他？你想知道，我告诉你一个原则，他有没有来找你？没有，表示很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好享乐的时候就把你忘了。当他来找你，就表示他不好。你记得哈、哦？我看按照你的讲法，他一定很好，因为他没有来找你，对不对？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又想要帮他做什么，他会更好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你就帮他多印经书。你想到爸爸的时候，你就吃素，啊，吃一天也好，我吃一餐也可以，多为他做一点事，啊，或者想到哎有钱，救济一下家扶中心呐、啊。哦，孤儿中心呐、啊，你就捐点钱，哦，回向给他，多少不在意，你的心意对他绝对好。